听说你这次不挣钱，挺仗义的。不过哥得劝你几句，我卖药这么多年，发现这世上是瘀中药，穷病。见天，见地，见众生 ，You feel me？ 见天，见地，见众生。 Listen， 没个人都有机会，欠暗投明，就像圣斗士一回可以，先输后赢，那他能怎么办？只能咬着牙继续干，把他逼上绝路的，也许就那么小几万。走投无路的人会拉帮结伙，被压得透不过气，想少不尽的野火，在这些人里没有一个没苦衷，他们要的不多，甚至只想过得普通。起初是为了钱，为生存，为了利益，直到发现义气变成积蓄的意义，一根又一根烟，不怕费被抢到，边缘人告诉自己还得继续创造。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要怎么选？要怎么选？就算变强也得继续，要怎么选？要怎么选？ 就算变强也得继续，要怎么选？已经站在绝处，但是他不知足。踮起眼在出租屋，时时陋室唯吾德行，哪里是出路？还是一根又一根，直到有人牺牲。谁在谋财害命？谁为弱者站起身 ？I got hustle so hard， 都是要打算盘。衣冠楚楚的人，千万别道貌岸然。所有人事物想看清，不能只用眼睛，得用你的心去感受，把那罪恶减轻。也许高墙之内会给他意料和教育，但高墙之外的江湖，我为你造句。 都想变强也得继续，要怎么选？要怎么选？这种病你没法治，你也治不过来，算了。